两百。那他这个拍摄就对了，他说电脑用就反了，告诉他这里有一张拍摄，现在应该是这样。有一个时间他跟自动屏障的电脑那是个什么，然后就你就要这样来的啦，就在这上面这么矮干了吗？对，没事，温总只要会卖机器就可以。太远了，那近点了。你也属于那个亲戚。废话，人家于师傅是什么专家？于师傅是大师嘞。